那个，我就先走了。我送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不用。我送送你。你赶快先回去吧，我就住这儿。啊，行，那下次一起吃饭啊。啊，行行行，没事。啊，行，那你走吧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峰当初对我多好呀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冻死我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这不刚下班嘛，加上路上堵车，就来这晚了点儿。你忘了今天要回老家啦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忘了吗？差点没冻死我，赶紧走吧。嗯，好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怎么有一股烟味儿？没有，哪有香烟味儿？你闻错了。你当我鼻子是250啊？你当我鼻子是250啊？那个我刚买的那瓶香水啊，就是这个香烟的味道啊。啥？你糊弄谁呢？香烟味的香水儿啊？对呀、啊、你跟我说实话，拉过谁啊？就我自己一个人。不是你，这谁的烟？你的呀，老公。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？你忘了上次我同学结婚，你不是给他出车了吗？这是人家送的那盒烟，多精致啊。那不是个红盒的吗？哎呀，没有，你记错了，就是这个。行，我问导航吧。还是我看你是不能说实话了。导航导航。你好，我是逗你玩导航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？今天这个车上有没有坐过别的男人？没有。没有？那这个烟是谁的？我的烟是个红盒的，好不好？主人，你的脑筋越来越不好使了，我建议你吃点猪脑、羊脑、补补脑。哎呀，那什么，今天他在车上还做了什么？他今天在车上还放了个屁，那味道特别臭，我建议他喝点菊花茶。哎，行吧行吧。哎呀，看来我是真的误会你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不是说了吗？夫妻之间就要相互信任。这，导航，导航，导航出来。你好，我是逗你玩导航。那个导航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那个一会儿啊。我老公上车了之后，他要是问车里有没有坐别的男人，你就说没有哈。不行，导航是不能说谎的。哎呀，我找人给你升个级。升级也不行。升级加保养。升级加保养它也不行啊，导航要有导航的规矩。
你说你这个导航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？导航不能喝酒，喝酒会短路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在你旁边安个行车记录仪，给你安个功底。安行车记录仪也不行。安个吴亦凡的怎么样？吴亦凡？啊？我最喜欢吴亦凡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行，那一言为定啊。香烟味的香水啊！赶紧走吧。